心累，吹了一天空调，很干燥吧？敲了一天键盘，双手也肯定很疲劳。别泄气，你看，低下头，就能看见自己漂亮又能干的双手。抬起头，双唇边满满都是自信。所以啊，你还是那个职场萎靡的小公主。加油，在这个办公室，我会时刻守护你的。美加净时刻守护系列，守护纯真每一刻。我在美加净天猫旗舰店等你哦。-5°，还有风，小心别冻着自己。怎么，不开心啊？有时，我们总要一个人面对好天气或者坏天气。但不管怎样，只要你美美的，就永远是刚刚好的天气。好了，反正不管什么天气，我都会永远守护你的。美加净时刻守护系列，守护纯真每一刻。我在美加净天猫旗舰店等你哦。明明很累，躺床上却又睡不着。人其实是一种只有睡着了才会生长的植物。双手白天忙碌个不停，美美的睡上一觉，就会元气满满了。所以啊，闭上眼，什么也别想，你梦里开心的样子就是明天的样子。晚安，就算在梦里，我也会守护着你。美加净时刻守护系列，守护纯真每一刻。